还有，嗨嗨林果，嗨嗨一八四，嗨嗨，谢谢冰雪雪的爱的烟火，谢谢阿冰，谢谢阿冰的爱的烟火，嗨嗨小赖，晚安哟，奶奶哟，姑奶奶哟。谢谢小赖的紫色泡泡，好，谢谢小赖，嗨嗨果酱家，嗨嗨小彩，谢谢冰少旋的冰晶玫瑰，谢谢，嗨嗨小风，谢谢小彩的夏日会员票。干眼人，谢谢小彩的夏日会员票，嗨嗨恋人，嗨嗨沙鲁，嗨嗨 Jacky， 眼睛好干呀，啊，真的是，我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适合戴隐形？嗨嗨果树，嗨嗨。谢谢天灵的缘分相遇，谢谢天灵的亚雷亚雷，谢谢天灵，哈哈小杰，谢谢小安的极速啊龙座，哎啊为什么没有我的脸？哎，谢谢小安的极速滑龙座啊，这怎么没有我的脸？还是他原本就没有脸？谢谢小安的极速滑龙座，嘿嘿。你的脸呢？对啊，我的脸呢？怎么只剩身体？他是本来就这样还是？不是，应该是他没有侦测到吧？谢谢看你的晚安大小姐。对啊，这特效坏了吧？怎么可以没有我的脸呢？我是周。谢谢家小瑞宗，我以为他有脸。谢谢庄的救救你哦。应该要有脸。谢谢俊生的亚雷亚雷，哈哈弟弟。我来放音乐，对啊，还我特效，谢谢天灵的极速滑龙舟，谢天灵，真的没有，极速滑龙舟，滑龙舟，谢谢管家的爱的小熊，谢谢管家，耶耶耶，为什么？为何？无脸男，还是他侦测到这里了，侦测到这个眼睛了。嗨嗨云南嗨嗨啦啦啦，对啊，为什么？嗨嗨马莎哦，嗨嗨阿婷嗨嗨猴子这样吗？嗨嗨锦旗嗨嗨文龙，猪猪猪猪猪，哇！谢谢后影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后影的秀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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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后影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后影的秀蹦。嗨嗨银岩，遮起来，这样吗？嗨嗨 Hank， 对啊。还是没有哎、欸！谢谢林果的极速滑龙舟，龙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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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林果的极速滑龙舟，谢谢汉克的亚雷亚雷，嗨嗨白饭，嗨嗨阿荣，有买自己的手机壳吗？我们好像会有一个。谢谢偶尔的紫色泡泡，谢谢偶尔。还是我把帽子拿掉试试看，只是这样我就要开特效了，因为我的刘海超级无敌好笑的。咦咦嘤嘤嘤嘤，我没有夹刘海，咦好秃哦，好秃哦，好秃哦，哎呦，我还是带回去好了，还是没有。
好好，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这不是我的问题了。谢谢林果的极速滑龙舟，好了，我要带起来。既然不是帽子的问题的话，我就把它带起来。把刘海藏起来，我没有整理我的刘海，所以他不可以出来见人。好，我知道了，不是刘海的问题，对，觉得羞耻了，老板。嗨嗨，方毅，对，就是帽子需要回来了，对，被浪讨厌了，啊，怎么可以就是识别不出我的脸呢？跟中分，对啊，因为我没有重新吹它，它就不会整齐。帽子的重要性超重要的，超重要的，对，所以我们还是把帽子戴好。所以那个龙舟就不是我的问题，龙舟是浪侦测不到我的脸的问题。会这样超级跑两边，没有啦，因为我没有特别去整理它，它就是会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对，连浪都辨识不出来。唉唉，真是的。我最近很认真的在护那个叫什么，很认真的在擦保养，跟手机一样。对啊，真是的。唉唉，这不是我的问题吧？划龙舟，谢谢家长的水晶仙草刘海款。嗯，谢谢抓抓的爱的熊抱，谢谢抓抓的爱的熊抱，熊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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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谢谢抓抓的爱的熊抱，谢谢。哈哈 ，biu biu biu， 哎 ，biu biu biu， 我跟你说，我前几天打开浪的时候才发现，你居然会因为谁在开直播而换浪的名字，被我俩包了吼。啊，草莓酱，划龙舟划到掉下去，我可能是龙舟，自然就会分两边。没有哎、欸，就是看我怎么夹它。就我平常会把刘海夹起来，就是夹左边夹右边。你好可怕，嘿嘿嘿嘿。当鼓手，为什么我是当鼓手？嗨嗨，夜风明月。监视没有啦，我是刚好滑到。再换名字的人，阿国树，那你为什么没有放荔枝呢？人体大型龙舟，龙舟得数。谢谢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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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彩虹棉花糖，谢谢 biu biu biu。谢谢光泰的冰晶玫瑰告白，龙舟打鼓的不是。打鼓的划桨带划桨节奏的没有，我不是。开始了，谢谢小白兔的摘星会员票，谢谢龙舟本尊，该不会感冒了？我很不希望感冒哎、欸，但是听起来有点不太妙，还是我是鼓，可能蛮像的，我的肚子是砸死的嘞。对，鼓励只能是鼓励，不是鼓。但我这礼拜很忙哎、欸，没有我从五月哎、欸，我从五月就开始忙到现在嘛。嗯，我没有，你说吃什么药？声音不错，声音有点可怕。嗨嗨一八零，声音听起来有点微，我也觉得哎、欸，为什么？就是有一点微鼻音这样。多功能管，多喝水。好的，好的。这声音很西瓜，打肚子的部分。扎实。哦，然后可是我都有在吃维他命哎，我几乎我有记得的时候我就会吃。对，但现在可能维他命没有用，要吃那什么感冒药比较有用。爬不动。对，我是淋雨哎，我好像是淋雨之后。那个礼拜六，百宝能，对啊，我只有那天有吃，但我后来就没吃，我想说应该还好，但现在可能还是要吃回去。
谢谢小白兔的双子座会员票，谢谢。是有倾盆大雨，下大雨啊 ！It's a rainy day。谢谢小白兔的双子座会员票。对，我的声音真的是很打妹，很母汤，折叠电风扇。为什么要带折叠电风扇？神奇不错看，是不是蛮好看的吧？豪华游轮，为什么是豪华游轮？哦，吹风机。我想说，为什么要带那个？那天下雨，对啊，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三只雨伞标，下星期，对呀，是呀，我现在都要看那个行事历才知道我明天要干嘛。想看，想例子，来找我啊！那海中的，我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我的声音好可怕、啊。又忘记改罐头，忘记了，下播再改。谢谢罗莎的水晶蟹肠，期末考加油啊！期末考加油！哦，对了，六月十号有班哦。对，六月十号帮忙代班，所以六月十号有班。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球的话，可以来。心里一直感冒了，就是有微微一点点这样。对，我今天有一点没睡饱。然后说到漂亮，睡哦。应该不会开广播哎。嗨嗨小乐，因为我要顾的地方有一点太多了，所以应该不会开广播。十超能买，好耶！十号见，好耶！谢谢马萨欧的香槟，谢谢马萨欧的香槟。十号、十六都会进场，要不要快乐？快乐啦！眼皮是吗？只是我没有睁开眼睛吧。人多正常嘛，也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接嘞，嘿，嘿，好了，没关系啊，你忙你的。最近看你那个，就是发了很多那个铁道照。要新开一个地方种草，不要，我不要再种草了。那现在是秘密，不是因为我的眼睛一直很干，我一直觉得我眼睛快掉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这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没有了。嗨嗨 party， 嗨嗨 baby， 遇到美景图中笑死。谢谢小彩的 love you too， 谢谢小彩。你眼戴多久？我觉得我是不适合戴眼镜的，不耐戴。谢谢 little sugar 的锦鲤，谢谢。对吧，谢谢，嗨嗨瓦卡碰，谢谢 Little Sugar 的经理，谢谢，嗨嗨鱼鱼，嗨嗨星辰，我声音听起来真的母汤哎，谢谢小糖糖的指挥机，跟人都醉，保湿好一点的款式，因为我都戴日抛比较多，但我都没事，我想说我可能之后换个月抛之类的，不要。不要戴墨镜，好像也不错哎。我是哦，我有跟你们分享说，我之前去那个迪士尼的时候，买了一个迪士尼，那叫什么米奇造型的那个太阳眼镜嘛。虽然我不觉得它能挡多少，但超可爱的。
跟日抛待比较久，对，日抛待比较久。这个是第三天抛，对，这，哎，这副待到第三天这样，那第三天已经很好了，我现在没有一个礼拜了。你没有，但我会洗一洗。嗨，陈弟弟，在第三天跑，真的会洗我耶。对，李家遗传，日跑变三天跑，进化成几天跑？你要问这种问题吗？嗨，陈弟弟，嗨，好鸟。最高的记录是因为没有时间去买银眼，所以那副就一直戴到我买银眼。月抛会不会一点才换？不会啦，不会。不是，因为月抛就是那个价格，然后因为我觉得日抛好贵，然后日抛也是那个价格，所以我就想说，哈，感觉日抛多戴几天比较划算。谢谢 Little Sugar 的甜甜送会员票，谢谢小糖糖。我声音真的是有些哑巴，母汤真的是母汤。前几天我哥突然跟我介绍哥拉对栗子棉的，我很熟。哎，没有说你最爱栗子。谢谢刚刚的冲浪失败，谢谢刚刚母汤哦，谢谢刚刚冲浪失败，谢谢栗子修哥的粽叶，谢谢刚刚的钟情玫瑰。是端午节还没到，对不对？哈哈，贝罗，哈哈，一凡，谢谢汉城的家族成员。6月10号，那大家最近有没有在吃那个粽子？你们吃粽子是干吃粽子，还是要加甜辣酱吃粽子？姓李的拉拉队比较熟，你说若彤吗？你还喜欢谁？你加班那一天，一样十号。这礼拜哦，周末就是，周末就是端午假期。这周末，酱油加酱油，为什么会加酱油？加甜辣酱，直接吃粽子要加酱派的，不吃粽子为什么不能吃粽子？泡汤吃泡汤怎么吃啊？南部粽还是三 D 油饭，我都吃三 D 油饭欸，直接吃，但是加酱也没关系，我觉得加酱好吃，我一定要加甜辣酱，加酱加花生粉，我是吃北部粽加甜辣酱，灵魂拷问，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粽子？但我有的时候会蛮皮的，就是我会吃完糯米的东西，然后可能表演之类，就像我会吃大肠包小肠，吃完然后上去跳应援，然后肚子就很痛。但我有的时候没有，但我最近都有吃东西，但是我就不知道什么跳一跳就胃很痛，然后我就有一点就是哦，一边跳，然后一边胃很痛这样。掐草莓，好可怕，连叶子都一起吃，谢谢庄的分享。要看粽子味道有没有够味，不够就要加甜辣酱。那你们会吃甜粽吗？吃粽子会拌吗？不会，我吃的是各种东西都不会拌，主要是我想要维持它的美观。谢谢 Mark 的千纸鹤。对，不能吃完马上跳。其实我没有吃完马上跳，只是因为那个叫什么糯米太难消化。喝咖啡吃甜食又让你胃食道逆流了吗？冰粽真的比碱粽，碱粽是什么？甜甜的，是不是？是不是有些是加糖啊？加蜂蜜是吗？石锅拌饭也不拌，没有，原本就要拌的我就会拌。哈哈，山真的皮耶耶、yeah! yeah! 啊！痛！丰年果汤，对啊，好像有听过是加丰年果汤的，水壶里面加味噌，要这么拼就是了。简对啊，我就想说，不是什么东西要沾砂糖吗？粽子当一番糖，这海苔有点硬，那个牙齿会有问题吧？要直接这样咬的话。碱粽没加蜂蜜，所以碱粽是什么？我也没吃过。
西。因为我们家好像都是吃咸的粽子，我们很少吃甜的粽子。因为我们家好像没有很喜欢吃甜点，就是没有很喜欢对吃甜点。黄黄的，黄黄的，蜜蜂蜜果糖黄色的，掉上进来捡起来的粽子下去。不要在那边给我讲冷笑话，下去。姑且当成甜的粽子。啊，不然吃不下。减重是什么味道啊？咖喱饭本来就要拌，咖喱饭它又没有叫咖喱拌饭，它如果叫咖喱拌饭，我就拌了。我也没吃过甜的。它如果叫咖喱拌饭的话，它就可以拌。减味，减味是什么味？减重就是饿肚子的味道。谢谢，谢谢。减重就是食物好香的味道。谢谢星辰的爱的烟火，谢谢星辰。三秒定律，碱水的味道有点烧焦味哦，是哦，那跟甜粽差在哪里啊？白砂糖的古早吃法，有点涩涩的味道。什么当爆哥薯条？咖喱拌饭就不会点，对，我就不会点了。很懂哎，小安，你有吃过吗？碱粽是什么味道？你没吃过？减重有点硫磺味，真的假的？大姐吧，我觉得让他们自己说比较好。对，我就不说带谁的班了。哈哈，贝狗，谢谢嘉宏的水果鸡尾酒，谢谢嘉宏的鸡尾酒999。买来吃吃看，嘿，我不知道会不会喜欢呢。可是因为我记得那个什么粽子不是都是一串的吗？减重连听都没听过。哎，酱汁炒饭是什么？减重要吃冰的。看来方毅没有吃过菜粽，菜粽是什么？我都吃一般的粽子，但我没有吃过那种很贵的粽子，我没有吃过那种什么干贝的粽子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都是吃最一般的那种。冰原历险记，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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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大家会喝倒，感觉要去二楼，真的假的？居然吗？谢谢诗雨的追踪。一颗600粽子吧，我真的吃不下去，一颗60就差不多了。什么意思？鲍鱼海鲜龙虾，素食粽子，今年吃吃看啊！但我怕我不喜欢呢、欸。粽子里面包海鲜味道真心，真的假的？嗨嗨哈六三，嗯，那边吃粽子很好吃，是哦。谢谢光太的水晶丝叶草，谢谢光太的一颗星，谢谢光太。包土没肉的花生粉，是哦。今年粽子好贵，有吗？我没有特别关注哎。不能有栗子，对。我也不喜欢加栗子的。呀吼哈六三，こんばんは。不能我的手哦，但我不喜欢里面就是粽子里面加花生欸。我也不喜欢吃蛋黄，我喜欢吃的应该只有香菇而已，就是我只希望那个粽子里面包香菇，这样就好了。虽然我叫栗子，但我不喜欢栗子入菜，还要淋花生粉。嗯，肥肉不爱。难不成要淋花生粉？身为一个南部人，没有听过是不是？没听过。对我喜欢吃油饭，所以我说我喜欢吃3D油饭，肉香菇蛋黄，我只要香菇就好了。当有一次美梦，我哭回忆里被爱，而且我都会
我都会搜刮我们家的粽子上面的香菇，我就说爸爸你要吃香菇吗？你不要吃香菇，你把你香菇给我好不好？妈咪你要吃香菇吗？我想吃香菇。我会搜刮大家就是粽子上面的香菇。他就是高雄特色，是哦，很不行，嗯，好，不挑，不挑好啊，不挑食很棒，不要像我一样，我太挑食了。粽子煮椰肉盖海苔，谢谢哦，那个就是本丸。对啊，粽子的香菇很好吃，而且它就小小颗的，很好吃。有个人应该很爱你，有个不吃香菇的，是哦，哦，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有鱼饺哎，但有吃过那种可能哎，我忘记我没有吃过哎，我有点忘记，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常吃粽子，因为就是会有点消化不良，可能不止挑食，香菇瘾呢。哦，诗人哦，是哦，这我倒是不知道哎。这是我的执着，愚人执着。诗人不是香菇，是哦。好哦，猴子，晚安，晚安，奶奶呀。香菇是要爆香菇，我记得我小时候包过粽子哎。我记得我有跟外婆那边的亲戚一起包过，然后还有在学校包过，然后学校是一人包两颗，然后是营养午餐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的粽叶永远包不好，因为它都会弹开，然后那个米就会掉下去。我很喜欢喝香菇鸡汤哎，香菇鸡汤很好喝，我也喜欢喝剥皮辣椒鸡。自己对自己的午餐自己包，很好玩呢。加工过怎么加工？先炒嘛，变成饭团。学校很拼的听起来超麻烦，真的，好像是国小的时候吧。但它是那种全学年的活动，就是我忘记是几年级的时候，然后就大家一起包这样子。每人自己做素粽，啊，素粽里面包什么？我可以就缠着你的身影，怎能再让你为我担心着急？发不出去哦，所以都是用发的。你可以帮我拿一个帕布弄吗？太突然了。哎，我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可怕哎。但我这周都要工作，我不能。香菇泡鸡蛋再炒锅哦，那会包鸡蛋在里面吗？就是比如说炒完的一些鸡蛋。但我觉得想到大家的流都是粽子，笑死。就是很怕那种端午节的附近，因为端午节的附近就是大家送来送去都是粽子，然后所以家里面就有很多粽子。我虽然吃完晚餐了，但是我再吃一个东西好了，不然，哦，我跟你们分享，就是我很爱很爱吃的那个欧米亚给，啊不是，就是大家会送的那个叫什么礼盒，对，它叫 Shoko， 它是小鸡形状的，我是不是有介绍过、啊？就是这个，它超好吃的。对，小鸡蛋糕超甜的，但是超好吃的，我超爱吃的。啊，但我现在这个喉咙这样子在吃更甜的，我等一下有声音吗？对，东京的欧米亚给，超好吃哎，我超喜欢吃这个的，但它蛮贵的，它蛮贵的，但我每次去日本我都会买两盒，然后我也喜欢吃白色恋的。然后我每次都会，就是我常常欧米亚给买回来，不知道送人是我自己要吃，到底是多爱吃？你看它有一个小鸡的脸，超可爱的头，我从头开始吃，
阿达玛卡拉。我有吃晚餐了，只是隔了有一下下。我想说还是吃点东西。够吃到下个段落。小鸡好吃，我都会把它的头咬掉。哦，但我喜欢吃原味的。小鸡蛋糕好吃哎。烤布雷塔。好，这个。哦，小安我已经回来了啦。哦，我没有去买到，我回来了。它长怎样啊？它是什么？烤布雷塔。谢谢钟云的带你去流浪，谢谢钟云的带你去流浪，谢谢钟云。等我有去的话，好好好，你可以传那个他的那个网络上的图跟我分享，再去一次。好吃哎、欸，好喜欢。欢迎有多一点那个日本的工作来找我。那它上面写东京小鸡，它上面写东京名果不是吗？我也不知道，空杯里哦。对，我要把我的日文念得很好。但未来才会有多一点机会去日本工作，我不知道哎、欸。那我怎么记得他写东京？去冲绳自驾，虽然我是会开车没错啦，但日本但冲绳日本是右驾不是吗？希望我可以让大家就是讲日本第一个想到我。北海道自驾会紧张吗？谢谢嘉宏的吻熟鲤鱼。哎，我刚吃这么甜，那我等一下吃掉我一定会很痛苦。谢谢嘉宏的双手比赞，谢谢嘉宏。上路请先告知，好哦。叫大家先不要出门，是不是？车子多改就好，真的是要多练哎、欸，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要多练，不练就会忘记。像我现在已经不敢骑摩托车了。那然后会开车之后就觉得开车比摩托车方便，因为不用淋雨。先开车，不要一直打怪。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可能直接去其他地方开啊。也快不会开车了，你说你吗？确实，哎，哲哲，啊，这种还是不敢开的。就是还是要就是有点心理建设才把它开出去。秋名山自驾，你说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头文字 D 还是什么吗？再不练就会不敢开上路了。我敢在没人的地方开啊，有模拟开车一下。下班时间的台北会让你有路怒症，你说很塞是不是？好像几个月前都快忘了。你是考到驾照很久了吗？拓海的那个厉害啊，丹帅！哎呀，我形容难听哦。机车比较方便是没错啦，可是就是汽车雨天的时候就不用下雨。要吃个药，
考到三年多了。你的危险是我很危险，叫我不要去了。然后我可怜想我妈待的，我要再去，我要一直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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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日本。我妹不会开车啊，她没有去学，好苦，对啊，好苦，爬不动真的很苦。他还不如死，他还只听，还去台中玩再开回来。为什么是台中？人是陈伟霆还是啥？换我开吗？我考虑看看，给九月开去新庄酒厂。的爱你还是先不要，就说了先不要。高速公路真的比较好看，市区开到会压开，可是高速公路开久会很累，应该不会吓到无法上班。就是我自己开车之后才知道我小时候是有多么的北吧。我小时候真的很北吧，我爸开车我在旁边一直乱。现在我看他们好开是没错啦，好开。敢下车换位置，对，以前我爸开车，我在后面睡到翻过去，我在那边大睡特睡，在一堆里的音乐很好啊。前桌睡大觉。哦，谢谢马少的极速浪漫旅，谢谢马少的极速浪漫旅，谢谢谢谢马少。马少可以入群了，可以私讯我的那个浪，然后会给你连结，就可以入群啦。谢谢马少，你就真的要来跟对啊。谢谢小糖糖的纸飞机，还有经理，谢谢。不要尖峰时段开上路就好。为何？你说刚练手的时候不要吗？需要露营车吗？为什么要露营车？皮带五寸，对啊。我小时候真的很皮耶。然后马克下车绕跑，就我自己练这样子。有没有可能他是日本听不懂，所以一直没进？有可能。可是是吗？他今天才到啊。走走停停很危险。尖峰时段。今天才的，马上我要为大家讲解吗？是吗？是吗？三宝预判能力，谢谢妍妍的爱的烟火，谢谢谢谢妍妍，哈哈，疼弟弟是哦，是哦，那。啊，こんにちは。瞬间不知道怎么办。电日文时刻到了。马少さん、
こんばんは。私はクリです。我一直以为，我一直以为马沙奥桑是会讲的，我还一直跟你一直讲，哎，我刚刚没跟到。所以你是日本人吗？车尾贴新手驾驶。叮，我的，哦哟，对啦，我就想说什么，因为你的用词超级无敌，就是 local 的。叮，我想说你的用词超级无敌 local， 我想说是吗？对，可以达到入群标准的，对吧？我就想说他的回话很 local 哎、欸，对、啊，超好笑。还有还在那边，好尴尬、哦。这么好玩，我很紧张，我想说怎么办？我一直直接这样讲。天啊，你在冲啥？Local sense, local sense, local sense， 脑中各种小剧场。对啊，我刚想说，我到底要怎么讲？温柔。Local this， local， 憨憨相信自己。啊，来聊聊大巨蛋好了。大家在大巨蛋，就是看到我有没有什么心得呢？我来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心得想分享的？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我可以一周攻下两蛋，一个大巨蛋，一个东京巨蛋。哦，谢谢 CKU 的晚收礼，谢谢 CKU， 很开心哎，而且就是见见世面，袁俊朗在直播看得很开心。是哦，左手肩膀太废了，笑死。直播看得很开心，有开心就好。谢谢樱桃喵的掌声鼓励。希望在云彩看音乐，我也希望光线很好。大巨蛋的音场超好哎、欸，真的是不愧是400万，我被骗去，为什么？什么意思？位置有点挤，什么被骗去？谢谢。抓抓的秀蹦秀蹦蹦，谢谢抓抓的秀蹦秀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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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抓抓的秀蹦秀蹦蹦，谢谢抓抓，谢谢刚刚的爱的烟火，谢谢刚刚的爱的烟火，谢谢勇的红玫瑰，而且我还自己喊得很开心，超强一级。谢谢专家的天天中会员票，谢谢。没有，只有富邦的，什么只有富邦的？音场哦，400万呢？不是吗？南京的音场是额外的400万，所以我说400万的威力很好。借了镜头特写都很好。音场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所以还有哪里？还有什么？没有，我在玩。我在玩那个，就是我就让他这样子，然后这样他就会这样掉掉掉掉掉，然后那个手就是原本不是这样嘛，然后他就这样一颗一颗这样掉，很好玩。音场没有比较没有，所以有其他的、哦、什么？就有富邦的音场，但悍将中学的追星成功，对啊，快乐哎！但一堆人喷是哦，炸了哦！对，休息室很高级。休息室很高级，
谢谢抓抓的甜甜粽会员票，充实三天，好啊好啊，虽然第三天离你们有点远，真的真的，我觉得大巨蛋真的超多人，超级无敌难找哎、欸，我超级努力在找大家，但是超级无敌难找。学妹歌唱担当，笑叔。对，休息室很高级，而且休息室里面有厕所，那厕所超级无敌像饭店的厕所。然后它有两间厕所，然后它有四间淋浴间嘛，超赞，超级无敌赞。然后啊、哦，可是有点可惜的是，它的休息室里面是黄光，嗯，但是它整体都很赞。然后它有一个很像理发厅的椅子，对，就是那个剪头发店的那个那种很专业的那种椅子，然后坐起来很舒服。然后那个桌子旁边都有插座。超方便哦，超级无敌方便的，而且它插座不是放在前面的那个灯的下面哦，它是放在就是手边这样子，所以超级无敌好用。但可是 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走到我们平常预备的地方大概有五分钟，超级无敌远，超级无敌长一段。少数有点唱歌技能，居然是少数吗？赛后灯光很厉害，虽然差点啥吓掉。我听到很多人说太亮了，对不对？有花灯小文茶是哦，所以是富邦的音场最棒是吗？有啊，我知道啊，我知道他有去，他有说他不是玩的游戏。我也是第一次参与汉江冬雪。我觉得穿那个制服很可爱，买吃的好多人，好几对啊，正常吧？那么多人，当然一人一个，一人一个，而且有两间休息室，超赞。他卷毛巾，对啊，因为太遥远了，我很努力的在找大家，然后就是毛巾是最快看到的。请韩星来唱歌。是哦，设计是很像旅馆的感觉，比较像发廊的感觉，也不是，它不是沙发、欸，它是就像发廊的感觉，对，很像高级理容院，一人一个，哈哈，富豪，但太远了，对，我很努力的在找大家了。大巨蛋的食物好吃吗？我跟你们说，有一天的晚餐是顶泰丰哎，超赞的。厦门大巨蛋。啊？什么？笑话，请安静，根本不要干事哦。嗨嗨，晨晨同学，对，演唱会等级的，跟那个什么。跟 Zep 的有得比，跟 Zep 的休息，跟 Zep 的休息室有得比。但我觉得大巨蛋的休息室更厉害一点，因为更大。对对，跟大巨蛋无关，那我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没有，我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是算是高层吗？吧，就是高层有请吃顶泰丰，对。哦，不是啦，不是里面有顶泰丰进驻的，是高层请吃顶泰丰，所以晚餐是顶泰丰，超快乐的。有啊，现场不是有那个吗？现场有那个苏喜啊，有真鲜。厕所好远，虽然高级但很难出去。但我之前有去大巨蛋看过球啊。垃圾桶好少。哦，是哦。但是我觉得是，我记得新庄蛮多的吧？是吗？对啊。大家还在讨论这个？没有啊，怎么了？怎么我想看？怎么了？讨论我被杰米霸凌吗？没有，我们就是相爱相杀。
我想要看什么东西，跟我分享连接。垃圾桶好远，只剩道和寿司，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只剩道和寿司，要到出口才有。突然跪下那一幕，弹鼓在打。因为有限，但还好啦。我自己觉得没怎样，我自己就觉得我们就是相爱相杀，他就在这样回心中再算。丰富，因为被踢膝盖跟拉头发被锁在巴黎，没有啦，没有啦。没事没事，我跟米超好的，没有他没有霸凌我。还是回去北车吃台铁便当，真的假的？最后买台铁便当吗？农民的猪肝凤爪好吃，是哦。移动餐车，突然那鞋子，不是我皮好不好？对啊，安九好像一直都这样玩。安娜还被拖，安娜还被我拖鞋子，算是杰米叫我拖他鞋子。移动餐车结账速度超快，杰米笑得很开心。对啊，但我自己觉得没怎样啊。台山风。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谢谢小彩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小彩的秀蹦蹦蹦蹦蹦蹦蹦，谢谢小彩的秀蹦，谢谢小彩，谢谢耶，谢谢小彩的秀蹦。学姐被强盗走到那边，对。你排队很快，谢谢庄的晚安大小姐，谢谢庄，谢谢小彩的秀蹦，对，小打小闹，相爱相杀。你脱的时候还笑得很开心，没有，是因为米叫我脱，我还犹豫了一下。对，杰米的大玩偶。想说在干嘛？没有，杰米叫我脱他鞋子，然后犹豫想说，啊，真的脱他鞋子吗？然后杰米说，脱他鞋，把鞋脱掉，把鞋脱掉，就哦，好好。汉江中学真的是就是很我觉得很有趣嘛，而且可以穿制服。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爬上窗台上方。做得好，笑死。多久没穿全制服了？很久。这个朋友都在前面呀，我说你们那边好像比较好看，真的假的？牙龈香啊，比去年大很多，一定的吧。他还防疫，手术交给你多些，真的。他上来，我你知道，我就是我参加完那个之后，我就想说，啊，我以后想办一个就是制服趴，就是穿制服才可以入场这样子，然后会不会没有人要来？因为没有工作人员。穿一下嘛，拜托，拜托啦！哈哈，放很开了，好玩的都刚好在三类，牙龈，我回高中买新的。但那时候我在欺负他，要确定是我在欺负他。现在活动就这样吧，去年还没这么中意，笑死，玩超嗨，制服，生制服参加，要买新制服，高中制服上去肩膀崩到不行，放弃，我们不穿制服的，谢谢。哦是哦，哦是哦，但你那天哪有穿制服啊？信里也都很香，谢谢。运动服也给过太佛了，所以那真的是你的运动服吗？还是你买的另外一套？高中制服就是体育服，我怎么没有印象你那一间的运动服长怎样？现在运动服还在啊？我就喜欢留制服哎，那是我高中的哦。偶尔把我国中的纪念 T 恤拿来当睡衣穿，以前比较长，现在都买可爱睡衣穿了。刚，对啊，我现在，但我体重好像差不多，
可能以前瘦一点这样。高中制服不是都只有穿入学典礼跟毕业典礼吗？谢谢沙鲁的晚安大小姐。没有，因为我们学校的运动服太丑了，丑到一个大家都嫌弃，所以我们学校超多人喜欢穿制服上课，因为制服很好看，就制服超好看，然后运动服超丑。高中运动裤睡衣首选，对啊，不是很多人会把就是学校的运动裤当睡衣的穿吗？嗨嗨，想你，离奇的穿得下，多离奇！白色里中间一条紫色，对，还很白，可以。那你们是有把制服给别人签名的吗？我国小的时候做过这件事情。欸，是吗？国小还国中做过这件事情，那后来就没有再做过了，因为其实我签名的那件我不知道丢去哪里了。一定要做制服，对啊，有吗？我跳舞不是走性感风格吧，是走可爱风格吧。谢谢沙鲁的亚雷亚雷，运动服上衣丢掉好可惜，要凑一套是不是？嗨嗨 Max， 圣诞衣服衬衫，笑死。对啊，签名就不能洗，签名洗不了，麻烦，真的。不能看真有。签衣服超没发霉，真的。还是你们就是那个，我们之后就办某一场，办某一场活动这样子，然后那个签名就签在大家的学校制服上，没有啦，开玩笑的。制服丢完了，再去买一件啊！不去，为什么不去？这样我，你刚刚讲不去，害我突然想象，如果小安穿制服会怎样，一定很可爱。你看没讲没事，我一讲就开始在想象，小安如果穿制服一定很可爱，他叫面面许愿。买全新的千万不要管，我就去买一套新的，笑死。公司制服先不要，欸，发霉超严重，可是制服真的很难顾啊，就是没穿之后就会超，就是很容易发霉，那没用。买新高中制服可以买考不上的学校，制服只有一件还没休学好，是哦，为何？提一件随手。成为校花，我也希望明年大家可以把票投给我，让我成为校花，不要逼我穿水手服。高三完全没穿过，汉江中学，对啊，超级不爱穿体育服，我也是哎，欸，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体育服超丑的，今年跟亚运同组，真的。不然怎么选都会选到厉害的人。穿睡手服才进场，那个大家应该一片哀嚎，就是瞬间很多人都不来了。你很像土壤抓进花的迷惑，像天空缠绵雨的声音。在你的身后，我每个背影，每个场景都有。谢谢沙鲁的端午 ，Love you， 谢谢。新增调皮系，我是什么系？我有调皮吗？22曲5超难。加一系只给例子，腔系。哎，你就不想是哦。在我的爱你的自由到达成为盼望，又拍又皮，嘿嘿，唱乐曲很好听，当然魏晨可是就是我们的乐团主唱呢，虽然我现在看不出来，虽然我平常直播在乱唱，但可是魏晨是我们就是 AKB 乐团的主唱哦，虽然看不出来，方法不同，
之前吗？安久康熙会更竞争。那大家觉得我适合什么戏？如果要跟大家不重复的话，我个人的特色是什么？原戏吗？没人比没人比我更圆。美食系、美术系、施压系，达到评审等级也不能参赛，我笑死。双下巴，吃货系，吃货系不止我吧？不止我爱吃吧？到遥远的以后，带走我一个人自尊的寂寞，带我走。白饭系，但已经被他们公认了。公认什么？谢谢优鲁鲁的月赛会员票，谢谢优鲁鲁。不投我听的戏哦，我喜欢这个戏，我喜欢这个戏。吃东西很可爱。绝症冷漠，又再传来一滴彩虹。买过，买过，买过。不久啊，又露露晚安，买过。圆脸戏，扛了扛了，买不？都将成为了我，我不怕。哎，我没有很大声吧？我就买不？我画错，笑死！今天写什么？我刚刚吃了那个爬不动这样子，收割过。耶，熬夜戏，爱钓卡餐戏，锵锵戏，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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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刚刚怎么了？没有，没事。谢谢 CKU 的晚安大小姐，素晴らしい。对啊，我很期待日本季的主题日，超期待的。魔力外系素哟，谢谢 CKU 的晚安大小姐，解放强袭灵魂，真的。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我们都很坚决。爱过就不改变。小鸡蛋糕掺了什么？掺了点快乐。哈兹卡西，糖葫芦的礼物，为什么？哦，然后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Angels 都超喜欢吃糖葫芦，因为我以前其实对糖葫芦还好，但我。从前一阵子突然超级无敌爱吃糖葫芦，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最近的，就是休息时 ，Angels 的休息时，一直有人在说好想吃糖葫芦，好想吃糖葫芦。然后我才知道是怎么突然之间糖葫芦变得这么热门。糖糖葫芦葫芦，糖糖葫芦葫芦葫芦，糖糖葫芦葫芦。热血流行糖葫芦，呼噜呼噜，呼噜噜噜噜。特别喜欢什么水果吗？我特别喜欢番茄夹蜜饯，最便宜的那个。不是，你知道现在不是都有人喜欢吃草莓糖葫芦啊，喜欢吃麝香葡萄糖葫芦，但我喜欢吃番茄蜜饯糖葫芦，喜欢吃最便宜的那个。那你们喜欢吃什么糖葫芦？还是你们不爱吃糖葫芦？那糖葫芦超甜的，但真的要吃那种不会粘牙的那种糖，因为有时候
超黏牙的，你就会很痛苦，因为清牙齿就会清得很痛苦。草莓酸甜感，分道扬镳了。那你喜欢吃什么？不爱吃黏牙，有些还好吧，有些糖太硬还会刮嘴巴哎、欸。番茄100分，番茄蜜饯100分，番茄蜜饯一次赞。草莓李子，我不敢吃李子哎、欸，李子是黄色的那个吗？还是那个是什么？它好不，它不是，它是另外一个名字，但我忘记叫什么了。蜜饯先排除，蜜饯超好吃，好不好？不懂。小颗腌过的，超喜欢苹果糖葫芦。苹果糖葫芦那叫苹果糖，好吗？那叫苹果糖，就那一整只那个日本的那个祭典会有的那个，对不对？吃过葡萄不太行，是哦，一整颗，对啊，都是一整颗的。我还有看过有那种什么橘子糖葫芦哦，那橘子糖葫芦，可是你不觉得就是它里面就是那叫什么果汁，那叫什么果粒的那个那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汤汁太多，然后就会湿湿淡淡的。糖葫芦店在卖，是哦，卖一整颗的。哦，我上次去日本吃，就是他们用苹果糖的那个糖做出来的，我忘记是什么了，草莓糖吗？我跟你说，那个糖超级无敌硬，硬到爆炸。然后我就是因为它是总共有三颗，然后就是一颗一颗吃嘛，然后超级无敌痛苦，因为那个糖很硬，很刮嘴，然后你又不能咬一半，因为咬一半就会滴，你就一定要把整颗吃进去，然后就会就是哦，嘴巴好痛哦，但是我要一颗把它吃完。三颗橘子没有啦，一片一片这样子而已啊。是有16号有苹果糖，以前有卖过苹果糖吗？那是蜜地瓜，糖葫芦内馅是地瓜，然后不串起来，超好吃，地瓜。对，那是蜜地瓜吧？但是、哦、我也喜欢吃蜜地瓜、欸。我平常没有很爱吃五谷根，那叫什么根茎类？对，但我蛮喜欢吃蜜地瓜，我喜欢吃蜜芋头，对，拔丝地瓜这种。谢谢吐槽。我想看还有什么？但我好像都是吃番茄蜜饯比较多，因为我平常其实也没有到特别爱吃番茄。但我喜欢喝番茄汤，但我不喜欢吃新鲜番茄。但我觉得糖葫芦就是算我少数很能接受的番茄，对。但我喜欢吃番茄加蜜饯加青冷果，那个超好吃的。我忘记它叫什么，开口笑吗？蜜地瓜蜜芋头都好赞，真的超爱吃。我的声音好可怕哦。但我觉得吃了药，我刚刚本来要说，我觉得吃了药又比较好。然后连续花式大破音是怎样？情人果糖葫芦不是，就是一般那个，就是人家那个水果摊会切的那种切盘。只喜欢番茄糖加番茄糖葫芦都不敢吃，是哦。华丽大破音哎。番茄各种形式都吃，我还好，我只比较吃小番茄，大番茄不行。哈哈中的、啊，也水果切盘，可是我只会买那个，就是番茄加蜜饯加青冷果，其他我都不会买。没有，可是因为那个要自己做，真的太麻烦了，所以它不像水果自己切一切就好，它还要去买蜜饯，还要去买青冷果。然后大家喜欢吃青冷果吗？我是会去那个什么。全联买那个海霸王的那个情人果冰的人，那个真的好好吃哦，妈咪也超爱的。我要跟妈咪一起去那个去全联买。大家好，大果子，财富自由没有，我只有肚子自由而已。我每次都会觉得哦好酸哦，可是好好吃哦。
我也是哦，情人果冰棒啊，可是情人果冰棒里面有一点点情人果碎碎，财富只有肚子，只有肚子是自由的。那么深。超好笑，妈咪直接就是在现场那个直接传了一张照片，看直播啊，妈咪，蜜饯小番茄，哎呦，好痛！蜜饯小番茄超好吃，肚子吃到好像都看不过去了，好像都叫我不要再吃了。吸尘器使用示意图，真的很烦哎、欸。但我有把它组装好了，我超棒，我超棒，我把它组装好了。小番茄好吃呢，大家是会吃腌制物的人，你们会吃蜜饯啊，会吃比如说腌的梅子啊这种吗？谢谢好的月赛会员票，谢谢，有啦有啦，有使用过。而且就是我装完的时候，我有先就是帮妈咪研究一下，所以我其实有先吸过一次地，这样子，我超棒，快点说我超棒。有啊，我有吸地啊，我帮他组装完之后，我就先吸了一次地，然后因为就是还有买那个可以拖地的那种，然后也有顺便拖地这样子。你好棒，谢谢谢谢，这组装有后续有后续。我超棒，笑死，说不出口。嗯哼哼哼哼哼，让我相信你。对呀、啊，现在有 Angels 的手机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下单哦。跟我念句话，你是最棒的。无花果、无籽梅子、金枣蜜饯，心心念念的果干，但后来我就没有买了，因为我后来就喝水就习惯了，就是喝水真的是喝习惯就好了，就是就没有这么痛苦了。因为我现在其实有点喝习惯喝水了，所以好像没有其他味道我也可以下单了，很棒很棒。iPhone 12到15，虽然不想吃，但不酸我就敢吃。哦，是哦，要不酸才敢吃的嘛。好棒，这个要称赞一下。就不能在背后放牌立得了？可是有了那款，大家就知道你推莉莉耶。额头好痒。有机会被拿手机吗？我们不能拿你们的手机吧？为什么？没有机会？不是，不能吧？不能吧？不，我现在小菜鸟，我很多事情不敢做，所以大家如果我没有做的话，就是我是小菜鸟，我不敢，我不敢，对，而且工作中也不适合啦。不然吃的那一刻会变脸笑鼠。怎么还没有手机壳？库里帽帽真的超好认的，对，今天就有了，对呀，很棒哎、欸，还得我自己来出一个，但手机壳比较难，因为手机壳大家的型号都不一样。出等你，有看过有人拿、欸？是哦，他说看学姐会交换你的，不要啦。不能压住自己就忘记，不可以再要的清醒，碰到了空心。出手机吗？
可以卖图档给我们，然后自己去定做。哦，但我还是很想要，就是直接做好给你们。不知道哎，可是就是可能可以找那种厂商嘛，然后就是大家定好，然后我大家就是可能填好表单，然后定好之后，我就是去找厂商这样子做，然后再送到你们手上，好像也不错。有手机有背带，还缺什么配件？我要把你们全身上下都换成库里手机壳。手机牌子太复杂，真的。犀牛队好像可以大量定制，可是那就要很大量。上哪个学姐还没被批过？被批过是我被欺负，还是我欺负学姐？学姐。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等你。不会，不会，都有，什么都有。滚滚了我的红尘，没关系吧。他要用牙音的，我也没意见的。我没意见。改装相机背带，哦哟，我好像有看到有人把它改成手机背带。找时间再来，赶快处理，就是。好想办活动这件事情。雅音的给我，送给我吗？还买不到嘞。雅音这么夯，这么难抢，哪有这么容易，哪有这么容易抢到？干脆出背带比较繁荣，我也是有想，但就是想，没关系，你们等我自己出商品，你们等我出啊。那到时候你们荷包大实习，可以买很多手机壳，谁在前面就换谁的。好意思啊，好意思啊，但是买我的就好啦。这次先 pass， 那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哦，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会出什么，你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哦，没有那么快哦，搞不好明年之类的。不能花心，对，不可以花心。预购至出货时间未定，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你出很多万，先报复我姐，然后可以延期出货。有生之年，对，有生之年会出这样子。大家不要偷抽，大家不要偷抽。偏偏有爱到万箭穿了心，才死心。左手折磨着我的声音，好可怕、哦！我到底为什么会长这样？十指紧扣，一般心机刻骨铭心，这苦心。Hi Battle， 久不见呀，小弟蛋糕。库拉皮卡先下船，应该是库拉皮卡先下船，还是柯南先完结这样？好了，不要再臭了，大家，不要再臭了，不要再臭了。谢谢玉文的账号，大声说爱你，谢谢玉文，耶、yeah ！谢谢快拆杯的，很不错。我在研究，好吧，我在研究。渔夫帽四八是没货了。是吗？对啊，快点给你买这个月。哎，还有大全套。6月28吗？还有大全套。等下有人还想再买，有人还想再买渔夫帽吗？嗨啊，啪啪。好，不然我来问问看好了，就是大家一直很想要敲完周边嘛，那你们想要我自己出什么周边？
大家现在可以在这边说，啊，我看看这样子，已经预购了三张，可以爆雷了吗？当然不行啊，当然不行啊。哦，真的耶。哦，哎，其实都剩不多哎，都剩不多，都快没了，都快没了。相机背带手机和亚克力立牌，亚克力背带迷你人形立牌，迷你立牌是多迷你，多几公分？他们有点蒙圈。谢谢玉文的飘香粽叶，谢谢。钥匙圈大小哦，5mm 才这样哎。拍立得相框，还有吗？图记的换，不是我刚刚想说什么会图记的换？哦哟，烦哎！我刚想说什么会图记的换，然后我还照着念出来。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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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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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手持风扇，手牵手那个大小哦。好，大家我们不要再凑了，停止停止停止 ，stop， 桌立 ，stop， 米娜桑 ，stop。虽然这么说还是买了。手链，手链，你也没买到。你是说那个编织那个吗？是吗？是编织那个，哎，那个编织那个手链真的很好看哎。我上次就觉得哦，好想要那个编织的手链，但是好像限量很少哎。夹相机的粉红里头。夹相机夹哪里？什么意思？好看但真的买不到。前年生日会是脚链。谢谢医生君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医生君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医生君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医生君的带你去流浪。雨衣雨伞，但某些人可能是手链，手都戴不下去。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哎，我忘记是就我们去找厂商这样子，但不是我们找的啦，也是以前那个就是公司找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slogan 叫做11月的脚链，所以不管怎样它都是脚链。粉红套装，换掉我骷髅棉粉红里头，可是热靴盖的超难找。热靴盖的那个超级难的，单纯好，这是基本上做不出来啊，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去换那个头的。又找国难，太难了。变色毛巾，变色毛巾怎么变色？77mm 镜头盖，镜头盖太难了吧？太难了吧，大家？一个比一个还难呢。大家洗一个教练真的无色碰到温度会出现图案，有点难呢，跟变色马克杯一样，这太难了吧。好，你们再讲讲，你们再讲讲，我看看可不可行哈。厂商难找，对啊，这太难了吧。粉红立头贴纸，买来自己贴。谢谢健全的缘分相遇，谢谢健全。
嗨嗨，黑色，我的声音好难听哦。Oh my god， 夹进深的粉红里头。你们知道跟相机相关的有点难吗？就是它很难变成现实的东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需要一个粉红里头图站贴图，笑死。相机皮套，相机皮套因为太就是那叫什么那个型号，对啊，粉红立头海绵玩具。这样你周围是有那个是有朋友的小宝宝出生吗？还是什么海绵玩具？为什么粉红立头掐掐啊？不然海绵玩具不就是小宝宝会这样子掐的那个吗？挂着当教室哦，好像可以。可是你不觉得他海绵玩具就是很像那个小宝宝会这样掐的那个东西吗？掉了就可以单卖小公仔，热靴上完小公仔像这种胶贴起来掉了就，哦，哦，哎，您是商人哎，贴纸可以贴遮光罩跟镜头板哦，大家都很赞说粉红立头呢，粉红哎真的哎。丢出去，是吗？限定小宝宝，你不觉得小宝宝就是这样？小宝宝，谢谢 CKU 的吻手礼，谢谢 CKU。小宝宝的那个舒压玩偶，谢谢 CKU 的吻手礼，谢谢装的晚安大小姐，等身大粉红立头玩偶。刚才出一个粉，那个粉红立头，那个叫什么？蓝骨头这样子。舒压玩具可以狂捏的那种，装在热靴小雨伞，球场下雨应该小雨伞吗？越来越难的。你不属于我，属于我的脆弱，在你身后。有好多东西可以出哦。库里渔夫猫 2.0， 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渔夫猫？渔夫猫都卖很快。离开的理由，徽章。还是要。我是不是活动办的不够多？就是大家很想参加活动，感觉大家很想要就是参加活动买周边。你们是不是很想要买周边？纸胶带。你们是不是很想要周边？库里纸胶带，手上那只鸡，假设，大家不是一直敲完叫我做背带吗？但我自己也其实也蛮想做，因为我觉得相机可以用到的话，其实也蛮不错的，舒压。很想买，但记得。什么？记得什么？淘塔，已经咬都不说啊，真的假的？最近很容易脑波弱，想等着买你的。好的，好的，我加油，我加油，我加油，抱大家。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开始打打内容啦。可以开始打打内容，打打内容，内容内容内容，涂鸦好，涂鸦不一样，好不一样。等身抱枕，等比抱枕，好，涂会不一样，涂会不一样。祝毕业快乐！现在是毕业季了吗？现在已经开始在毕业了吗？还没吧？有没有？可是才三号哎。毕业都比较早啊。是吗？对啊。这么早吗？差不多了啦。后天毕业，真的假的？毕业快乐，中达，祝你毕业快乐，要快乐哦。是什么毕业啊？等重，不会有等重抱枕哦。等重抱枕运费你们自己出。工厂限领这样子。什么是毕业？离我太远了。
学校毕业，真的假的？我脱离学校太久了。谢谢嘉宏的冰晶玫瑰，谢谢嘉宏。我儿子最近也快毕业了，什么毕业？等这种难处理的时候，要报一个例子回家。对啊，不要等中啦，等中难处理耶。你们要自己去那个制造地领货，不付单运费，因为太贵，没有人搬得动。没有人搬得动，可能要放千块之类的。每年出一个等中，然后就一年比一年中。现了。运费超重，所以我说你们自己去制造地领货啊，不负担运费，运费太贵，运费都比本体还贵。领货先看有没有误差，嗯嗯，对啊，这个太狠，里面放糖炒栗子，那可能会那就是那个那种50公斤的糖炒栗子，知道吃到什么时候？要吃到怕。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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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叮叮，杀了我吧，杀了我，我是现宰小猪，新鲜现宰小猪。钟声响起，不一样重可以退换吗？不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体重。主要那个做就是我认为的我的体重这样。现场验货吗？当然不行啊，不符合也不退货的那种。明星允许误差多少？100公斤。谢谢抓抓的压力压力，谢谢啊抓抓，大家可以打打内容咯。忙着追着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在原地。哇，1.9亿次哦，这么多。念榜了，大家带好了跟我说一下呀。看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不忍的真心与你相遇。的权利大家都去打内容了咪，不然你们就在看我在这边刷枪。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哪次不枪是不是？美丽，电力耗尽，正在回哦。谢谢红秀的压力压力，谢谢红秀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内容快逃，又要打内容是不是？的流星。好啦，念榜喽，大家，大家要念榜喽，念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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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念榜。哦，我用这里按好了，还是用这里按？嗯，可是就不能放音乐。好，我们用上面按好了。谢谢小彩的呀嘞呀嘞。哎呦，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第一名是林果果，谢谢林果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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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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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一名的林果果，谢谢林阿果，谢谢谢谢林果果。啊，你好你好，有周边吗？
我努力做，我努力做，我努力。我现在真的是很想办活动，我知道大家很想要参加我的活动，大家就是很久没有参加活动，很想参加活动。对，所以我会就是努力的赶快办出活动来。对，本来有定好日期。对，本来有定好日期，但殊不知来不及，完全来不及。然后五月直接太忙了，我完全没有时间规划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就是完全是塞好塞满。对，所以现在就是会好好的策划一下，就是接下来就是暑假的部分。对，谢谢第一名的林果果，再请大家敬请期待咯。谢谢第一名的林阿果，谢谢林果果，谢谢第一名的林果果，谢谢林果果，谢谢。第二名是阿卓卓，谢谢阿卓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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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二名的阿卓卓，谢谢阿卓卓。晚安，工作加油，奶奶。阿卓卓工作也加油，每天都要快快乐乐的，当个快乐小抓，耶！谢谢第二名的阿卓卓。对，那接下来的工作我也会好好加油的，干巴利马斯。谢谢第二名的阿卓卓，阿卓卓也要开开心心哦，快乐小抓。谢谢第二名的阿抓，谢谢阿抓，谢谢。第三名是小彩，谢谢啊、哦，谢谢第三名的小彩。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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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小彩，谢谢小彩。今天人蛮不舒服，就没声大打字，有吃药了，那就好，那就好。哎，你怎么预先知道我要问你什么？很棒，有吃药就好，这样我不会听到仙女的声音听到睡着，这样也不错吧？就是有我的声音陪你入眠，但我现在声音很沙哑哎。明年的行程，明年吗？他如果有对外开放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有点不太确定，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工作，但好像是明天是给相关的厂商啊什么，就是好像他是有一些就是限制的嘛，我有点不太清楚，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只有最后一天是有开放。对，好像是，因为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工作，对。所以大家如果要来，可能要研究一下，因为对我也是小白。只有最后一天。对，应该是最后一天。好，各位奶奶不会感冒，希望我让这个喉咙说，希望我不会感冒。因为小太阳在支持莉莉的，谢谢小彩打勾勾，谢谢云云小彩，你早点休息啊，身体不舒服早点睡耶，不要累到了。谢谢第三名的小彩，谢谢小彩，谢谢。第四名是天灵，谢谢天灵，谢谢小彩妹妹，有去现场支持栗子，我看得很开心，那就好，那就好。栗子要保重身体，会的，会的，你也要保重身体啊。最近真的是好可怕、哦，一直下雨，就淋到雨，然后就会很容易感冒，所以大家小心哦。对，淋到雨就吹到冷气的话，谢谢第四名的天灵，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呀、啊。谢谢，期待下一次的见面。谢谢第四名的天灵，谢谢天灵。第五名是小安，谢谢小安，六月加油，会的，谢谢小安。哦，好想看小安穿制服哦，突然很想，那突然就是让我就是啊，好好奇啊，小安会不会就是被我骚扰了？谢谢第五名的小安，谢谢。小安就如同小安的名字一样，就是很给人安心的存在的感觉呢。谢谢第五名的小安，谢谢小安，谢谢第五名的小安，谢谢。第六名是后影，谢谢后影，好好照顾身体，会的。虽然我觉得我这半年来是身体偏烂，但我会好好照顾我的身体的。谢谢后影，谢谢，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呀、啊。
来找我，来找我。谢谢第六名的后影，谢谢后影，谢谢，谢谢后影。第七名是马萨哦，谢谢马萨哦。嗨嗨，马萨哦，喂喂，你的名字，我害我以为你是日本人，但请多多指教。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直播，请多多指教哦哦。然后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就是每次都会，我丽丽每次都会念榜啊。如果你有想要讲的话，可以打在你自己的个人简介，然后我在念榜的时候就会点进去跟你聊聊天这样子。谢谢第七名的马萨哦，然后记得要私讯我的浪，然后我就会给你连接等你入群。谢谢第七名的马萨哦，谢谢马萨哦，请多多指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谢谢第七名的马萨哦。第八名是 Little Sugar， 谢谢小糖糖。什么水果最胆小？木瓜，因为 papaya， 谢谢。好烦哦，好烦，但是好好笑哦。手机壳还是看好吧，之后就知道了。不会，我看到你的时候，你的手机一定是用着那个手机壳的。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好吗？哼哼哼哼，我现在应该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名吧，打败所有人了。这都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建立里面，不知道哎，希望有机会。明天工作加油，会的会的，你要加油呢。晚安安啦，早休哦，奶奶。谢谢小糖糖，晚安啦！谢谢第八名的小糖糖，谢谢 Little Sugar， 谢谢第八名的小糖糖，谢谢小糖糖，谢谢耶、yeah ！第九名是玉文，谢谢玉文，嗨嗨哟，你好哟，请多多指教。谢谢第九名的玉文，谢谢，有空可以常来看我。谢谢第九名的日文，谢谢。第十名是嘉宏，谢谢嘉宏。人家说天蝎要有神秘感，怎么都被看透了，因为你的个性跟我太像了。哈哈，请继续包容。然后我，你再给我小剧场，我就把你剧场拆了。哈啦哈啦。对，我很想说，嗯哼哼。没关系，我就看你的小剧场能盖到什么时候。今天有点词穷吗？没事没事，你只要不要那个剧场给我盖得太豪华都没事。我偷嘴你。好了好了，我会保重的，你要小心不要生病啊。谢谢嘉宏，谢谢第十名的嘉宏，谢谢，给我把你的剧场拆了，原地不能再重建。谢谢第十名的嘉宏，谢谢。第十一名是庄，谢谢庄，来领拳头了。嗯，有知道就好，有知道就好。新庄代表上香水，偷偷超棒的。对，不会，大概是不会，毕竟这是会那个永流传千古的。那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工作，那最近有点社群有点少更新，但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就是少更新镜头，所以我会努力就是多花点，就是再多花一点睡觉时间。对，但我有点太爱睡觉了。对，睡觉好重要，就是我会多花一点我的睡觉时间，然后来就是修修图之类的。我马上收回去不行。换手机就不能用了，不然换手机一定就换新的了，不会有这个，不会有这个担心，对，不用担心，一定会有新的。你换手机的速度一定比不上换手机壳的速度，对。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不会强迫装的，对，用就是对就是，他如果要装，我也是不勉强。他如果要装，比如说装哑音的啊，要装谁的？装浩真的啊，我也是没有意见。现在人家在配高中制服，可是我觉得就是制服跟运动服就是一个挑素席为主，所以一定都是会挑比较大件吧。
一分之三十五分之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期待封面，会的会的，因为买了桌底香味终于就淡了，就是要香啊，要物理香啊。谢谢第十一名的妆，谢谢。不止桌底本人要香，他也要物理香。谢谢第十一名的妆，谢谢妆。第十二名是钟莹，谢谢钟莹。好的好的，会加油的。干巴蒂马斯早休啊，你也早休。姑奶奶不辛苦不辛苦，能跟你们聊天的不辛苦。谢谢第十二名的钟莹，谢谢钟莹，谢谢第十二名的钟莹，谢谢。第十三名是益生菌，谢谢益生菌。原本是可以学的，光明正大请公家去，但是菜的房间哈哈。但是我有先，我记得我有传在那个耶，哎，是啊，五月底吧 ，QAQ， 可惜了。我有跟同事说他桌历上的女孩有去，我送他的，他很期待，睡哦。那你要叫他帮你拍几张照片吧，益生菌。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跟他说，就是他是益生菌的朋友这样子。你可以跟他说，你是他是菌哥的朋友这样，看有没有机会他可以偷偷说。谢谢第十三名的益生菌，谢谢。好啦，处理公司的公事也重要啦，一定还有机会再见的。谢谢益生菌，不要太难过，不要太难过，一定还会再看到栗子帮马尾还有蝴蝶结的。谢谢第十三名的益生菌，谢谢益生菌。第十四名是萨鲁，谢谢萨鲁。三人行必有三人，我以为你那是讲什么，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种，就是富有那个文学涵养的话，就是三人行必有三人，有讲跟没讲一样啊。三人行但是三个人，不然是四个人哦。太强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第十四名的萨鲁，谢谢萨鲁，谢谢第十四名的萨鲁，谢谢。第十五名是刚刚，谢谢刚刚。弟子今天直播辛苦了，不会不会，是我哎，好可爱哦。是勾勾脚穿水手服，然后还绑双马尾，还带秀秀秀秀的夹子的李丽丽。谢谢刚刚，你也早点休息呀。谢谢第十五名的刚刚，姑奶奶。谢谢刚刚，姑奶奶。第十六名是 CKU， 谢谢 CKMK， 害羞的 CKU， 搞一办活动让你可以来。不要叫小抓阿抓抓，那叫阿抓抓可以吗？像裂痕，俊哥记得改，只有星期五开放民众。咦，我在里面工作，真的假的？有无情施压，对，无情施压。好啦，今天直播到这边啦，谢谢大家。但我觉得其他天也可以进去的，超难过哦。想办法请公假、啊，都可以外出了，一定做得完的吧？工作。好啦，姑奶奶啦，奶奶哟，奶奶，拜拜。